天。好，来大家来，大家来啊！讲啊讲啊 ，baby， 我也爱你啊。虽然他现在想你嘛。小姐，我要客诉，包包为什么有折痕？你好像有更重要的案子要做。对哦。喂，您好，我要定位。哥，你今天真的好正哦，你穿得多漂亮啊！嗯，我前一天也穿这套。哎呦，老板，你刚做的那个决定真的太聪明、太睿智了，果然人美心也美。我觉得这个方案这边还是怪怪的。你有经验还是我有经验？做下去就对了，有问题哦，我负责。这案子谁负责的？我就跟他说不行了嘛。先走了，下班了，拜拜。我觉得公司东西越来越少。听说你对面那个跟经理有一腿，听说董事长的小孩在我们部门工作，我一定要抓出来，到底是谁这么不要脸？这是我。这个啊，是我老公昨天送我的新的名牌包。像我就不敢嫁给像你这种没有生活保障的男人。为他需要这种。赚太多都不够。我们现在挑战一下年度计划吧，恩珍你先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是老板，我叫你先讲就先讲啊。我不接受这个理由，泰山先。不是吧？我想要先听你的想法啊。我不接受泰山先。为什么你要找到泰山啊？我今天是老板，我想先听你的想法。哎，我今天是员工，你要尊。计划真的写得很好哎，泰山，你很棒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这个是我写的吗？我给你很多意见。老板，我跟你讲 ，Web TV 的老板我很熟。老板说的话，就跟他说我去创业。嗯。老板问就说我去答辩啊。哎呀。老板问的话哈，就说你去抽烟或是大便。牛。跟他说，我下班了。